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高注》第342页，342页，对第四行看起，合赞文。超过分段变异历史，安住出世离空之地，主者成就地端离德也。昨昏咱有教端地离德，咱参考资料来对，伫第13页，离德是众生因心所苦，一切众生因地，换一句话讲，咱每一个人拢有。这名言了理因，这是三因佛性，内面言因了因，这就是断地离德。地诸佛故上所现呢，都、就是啊地端，也地咱的因地心中。所苦作呢，这就是缘啊个了。该了因现即成地德，缘因现即成断德。了因这一边有一个挂号。了结照了，唯一智慧照了发性之理，如丁照物了了可见，这叫做了因。原因呢，言假言作，为一切之功德善根诸作了因，开发正因之性。这个原因啊，三因是正因、了因、原因啊。正因是自性本具的不坠智慧，本经所讲的三种真实，拢是正因，自性本具的。啊，第一个是智慧，自性本具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，伊的本体是真实之者，真实之者是自性的本体。有体就起作用，用有两种，一种是照见，一种是了断啊。照见呢是了因，一切功德善根，这是这原因。将家大事讲啊真简单，看破放下，看破就是啊了因，放下啊就是这原因。自性呢，也自然都会现前，正因都现前。所以这大师啊，对咱这
初学的人讲啊，显卡方便啊，伊那是讲三音啊，咱就听无咯，听无啊。伊讲看破放下，咱就听有，也咱听无，真容易啊，接受啊。看破马上就爱啊放下。放下呢啊，马上又都爱看破，再向上提升，再啊对凡夫提升到佛的境界。看破了，放不下就不会用力。变做什么？会变做地色啊，不是地灰，还未当算是了因啊。那了是啊，了了分明，确实看到事实真相，真相是假啊，是空的，自然就未执着咯，自然就会放下咯。啊，所以老师教一个标准，唔当认为讲看破咯。标准是什么？放下。如果你无放下，你老老实实承认讲无看破啦。啊，看破的人，那会讲无放下的道理呢？啊，所以咧无放下，就是讲无看破啦。你还够救，你还够肯慢慢来学。你认为讲看破，那就完了，那就到这为止咯，唔会当去向上提升。啊，所以啊，老师这个标准非常有道理，非常的有路用，来检验咱是真的是假啊。那讲是真放下，境界一定会提升。譬如讲，见思血看破了，是假。那我执法执就放下了，不会搁再执着着我，我搁执着是万法是真实的，这里开头提升了，提升到菩萨的境界啊，放下见思烦恼就阿罗汉啊，向上一步搁看破就是菩萨了。阿难升级，阿去做菩萨咯。啊，菩萨那是讲放下无明烦恼。无明是什么呢？起心动念，那不是真的啊。这部啊，《大不济经》就是啊，说明这个事实真相。这阵啊，真辛苦啊。苦口婆心讲了22年，有效，未少的李清林提升到菩萨境界，教学效果啊，学生境界未当提升，那个教就是白教咯。无成绩通讲啊，这一个提升就超出是法界了啊，拢总拢会生到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，啊，如来的十宝土都是家己的十宝土，这一定要知影啊，诸圣本来苦作的是不重要土，那你种着布心啦，你种着了布土咯，啊，布心布土，啊，十法界内面的心土完全都无同咯，十法界内面的心甲土拢嘛是生灭幻啊，拢是无常的，但是布土伊唔是生灭幻。伊也无生灭，伊也
是真的，伊是熊。但伊啊，伊无变化，寿命是啊，无量寿，无量寿命就永远年轻。伊无变老，体力永远不齐，青年人同款的，伊无衰退。这是释迦牟尼的付出啊！啊，释迦戒律都要安怎来戒备呢？咱念佛往生啊，西方极乐世界。无论啊，你生在叨一个品位呢，拢是啊，是佛陀，拢嘛是证着不生不脱，这都是叫做世界无比殊胜的所在啊！啊，这个不脱啊，是不是咱修呢？不是的。咱家己若要修行，来用真长真长的时间，经顶面定咧讲无量劫啊，这真诶毋是假。那为什么到极乐世界都会得到呢？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啊！本愿功德的加持啊！阿弥陀佛无量劫修行的功德，五劫的时间参访十方佛刹，结的大愿，这个功德甲大愿啊加持你啊，何你生到极乐世界都得到不生不脱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叫做世界名义上有反省动机土、方便有土、是不庄严土，实际上是平等的啊！那第二十愿，佛讲啊真明白啊！往生到叫做世界，该做阿维瓦帝菩萨。阿维瓦帝菩萨是释迦牟尼的菩萨，那每一个往生的人，凡是动机土下品往生，嘛是阿维瓦帝菩萨。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啊！那心相甲佛平等。古住环境甲阿弥陀佛啊平等的，伊内面的佛呢，地段离地拢圆满咯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地段要一个简单的解释，第一个地德，地即是地慧。为照料一切诸法，通达无碍啊！大乘教内对，把一切诸法归为六大类。那性相，性是本体，相是现象。那理事诸性是理，现在是法界以正庄严的相，这事理事一对，过来都是因果一对啊。为什么有是法界呢？众生的心有念有情，心地清净的，生死成法界；心地不清净的，有染污的，
生六道轮回，有念经，六道内底差别真大，善恶拢无共，拢种啊，拢嘛是念，但善的念都三善道，不善的念都有三恶道啊。来用这六字来经过这个宇宙，一切万法拢总拢包含着咯，一个都未漏去。这个啊，你会当拢总用这个智慧照料，照见啊！啊，了是明了。啊，眼见是照见，耳康听也叫照见。六根对六尘起用呢，拢用一个照见做代表。这都是啊，《楞严经》上啊所讲的，用根中之性，无用根中啊之色。凡夫用色，菩萨啊用心。比如把眼睛看，凡夫是用眼色，见色相用眼色，啊眼观眼色，色是什么？色是分别执着，一看到了，伊就分别。分别伊就起执着，那那是讲用性呢，还就是用见性见色，见性而见色性，这个明心见性，伊唔是用这色，伊是用性。听是用闻性，闻音声。啊，用六根的性，这是高明咯。这叫做下色用根啊。楞严会上的话，下色用根，会用下色用根的人，决定是发心菩萨。咱中国佛教内面伫咧讲个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啦。伊会通用性，迄就是见性咯。那性甲色个差别，一定爱创个清楚。色呢，伊是啊，苦着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，伊有这物件。啊，性呢是无。自性内底啊，无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，迄就性啊，就是见性见。所以阵的楞严会上，甲菩萨因爱用见性见一切法啦，唔通用色，唔通用眼色啊。高公大师的净美说，都是安尼先主张，安尼提倡。毕竟境界太宽了，就是讲学习到的人明了，用未到，就亲像即地讲了因啊，无原因，伊做未到。啊，所以无办法提升啊！高公大师以前讲解《楞严经》，无讲个遮尼啊深。啊，修行呢，也阁是用这个啊色心。
用天大家的方法，来学习楞严经上所讲的三摩地、加摩他啊，这个啊香炉，这个是大乘教里面用功夫的一个标准。三摩他都是指呀、啊，用中阿大师话来讲，就是放下。加摩他是智呀、啊，三摩地是观呐、啊，都、就是看破。后面呢就是禅罗，禅罗就是智观平等啊。那智观啊，是讲无平等，功夫就不得力。啊，如果智较多。观较少，人容易分沉。啊，咱伫念佛堂内面真容易去看着，对大家斗阵念佛，念佛之经啊，伊都独孤啦，啊，佮个听也讲咯，这是什么智多观照啊？那是我倒转来，官多计较，心不定。虽然讲你伫遐心肝内如呛呛，梦了纷飞，这情形啊叫做吊顾。这是啊，修什么人？修定的人，修一心不乱的人，最大的两个问题啊。啊，不是分点，就是吊顾啊！啊，你都要想办法去甲克服啊！啊，分点当的人，主持和尚，或者是堂主，都叫你去拜佛，去进行困佛啦、啊，用这方法。叫你唔能去度孤，啊！吊孤嘅人呢，心内如呛呛，定未落来，伊就叫你去修定啊，叫你打坐，叫你修定，家己修观，个念头想一下，想念佛嘅时阵，念头转向阿弥陀佛，个一挂杂念、妄念拍掉。这拢嘛是咧用方法啦。古早时阵啊，多半拢是用这菩提分，用这方法。现在用迄个方法真少，用念佛的方法较多，互你个精神、精力，拢注重伫。佛号顶面，这吊顾都会啊消失啊，所以发生什么款问题，都要找什么方法来对治啊，这个啊真重要，一切方法来对，确确实实最方便、最快速、最稳当，无过有啊念佛。啊，昨暗我是用一点时间，啊，老寿云的大字，老寿清王星的碟片看完了，我嘛真受感动。啊，这个人，甲下联路、五连路，讲这林木来。我们是凡人啊，都是为着这部无量寿经来，
妙啊！然后下联老师来创什么？回集经啊，用十年的时间回升这个回集本，完美啊，无什么缺点咯。五年老的任务是来助经的啊，来助解，有智慧。那无家己的意思，那是讲家己的意思，别人未接受啊！讲伊你算什么？你也无开悟，你哪会当助经？伊啊用的方法真高明啊，用经来助经。那伊即来对总共参考了83种的经论啊，你看这个经是安怎讲，那个论是安怎讲呢？我家己啊，用了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总共用了193种。这个注解出来了，无人够敢讲咯。啊，每一句注解，这不是我讲的啊，这经上讲的啊，迄论上讲的啊，这祖师大德讲的啊。伊啊，是来啊，完成这工作。这部经要度末法9000年的一切众生。那以后，什么根基无了，咩个根基嘛无了，这是念老亲身甲我讲的啊。那意思，密宗金刚上师，咱该称作是老居士咯。伊也伫美国传密宗，阮伫迄时阵熟识，那亲像是1984年念佛。临终的时阵，完全是念佛啦，表演给人看。那伊有密有禅有教，确实是大通家。当中通教显微圆融，那最后往生。每天念140000佛号啊，念半年就去了。那老祖清居士呢，伊啊嘛是来办这项代志的，跟现在社会大众来做证。伊就是以这部经，就以这句佛号，真正往生，活的往生呢。那信息往生十几工前，都有人知影一个秘密。啊，2011，而且比比，啊，老师很技术都该开开，
2012是年，十一也是月份，二十一是日期，后面十二是中昼啊，十二点，一分一秒拢无差，果然是即工去的。那、啊、这个秘密无宣布，知影的人无多。啊，宣布惊来怀疑，无宣布，看看是不是这个日期、这个时间，果然无错啊。王星的水上稀有啊。王星的那天就是十二点之前探巧王星到十二点就去了，不行啊，你本来死的哪会这种现象，前两三分钟还在跟你讲话，啊，时间到了，他做一个手势，那就跟大家讲再见。做这手势，啊，伊就起咯。啊，坐莲花去咯。俺小妹甲伊讲，你坐上莲花，阮看袂到。你迄个姿势做好，我们看卖，好，阮会当去体会。果然啊，伊拢做出来咯。咱虽然看袂到，啊，看伊动作，伊也爬上莲花。啊，就是莲花伫阿弥陀佛的身边啊，看到真正多的人，对着阿弥陀佛来接应你啊，迄个人拢是菩萨啦。啊，这是来哇，星星的表演，互咱看呀，证明经啊无错啊，是真的，字嘛无错。咱啊，这几年做伙努力学习无错，一定来鼓足信心，千万啊唔通怀疑。破坏正宗的人真多。啊，咱知影啦，唔免讲啊，念佛就好，唔通去批评，唔通去反驳，随在去讲，未受到的妨碍，我照念我的佛，将来啊，就是各有因果啊。来做证明，坚定学习这个回一本。遵守念老主戒人的信心愿力，伊就是为了这代志来，所以我讲伊是下莲老、念老因即阵的人物啦。啊，菩萨是现伫人间，一生啊平平淡淡。刻苦耐劳，老老实实的，最后做些表演。那、啊、这个表演是老素魂技术提出来，伊甲伊讲，现在念佛林外面这个言论。往往和念佛人先去怀疑啊，提起信心，上好会有一个人来表法，表演一个，因大姊啊就马上答应咯，我来做啊。
啊，伊讲因大姐寿命应该要十年，十年寿命无爱咯，提前表演给大家来看，走去咯。讲个爹无良啊！啊，伊个了因原因清晰咯。啊，成就了地段里的。啊，红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！啊，这个碟我劝大家啊，加看几遍啦，看一遍袂用哩。那至少都要看三五遍啦，连续看一遍，看完阁看第二遍，两遍看完看第三遍。你的印象就深咯，对你一定有启发，有鼓励。看得出，诸佛菩萨无尽的慈悲啊！啊，大众念佛。功德会化解家己的灾难，会化解咱居住环境的灾难。大的到一个国家，整个世界，啊，每天认真读诵啊。也听经文化，老师念佛，规规矩矩来做人。啊，近代功名行事，这是真正的佛弟子啊！有理无争。无色无求，无论顺境逆境，善言恶言，未受干扰啊！啊，咱要安怎回应呢？就是一声阿弥陀佛，祝福大家啊，平安啊！祝福大家和谐，啊，就好了。无加一句言语，嘛无加一个念头啊。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将来啊，咱来决定得生净土。啊，所以呢，照料一切诸法，通达无碍，随众生机器大水，机也是根基，体呢是啊，基于的品德、学问。有佛有功夫咯，这千金行顺众生，个个为其演说，啊，无差错。为什么？好，大家听着拢听有。听到管的人也听有，听到亲的人也听有，拢得到利益，
这就是啊，无害辩才啊，这就是地德。第二断德，断即断毒，就是放下。为断邪业正真，迄是迷邪啊，妄想分别执着是迷邪，贪嗔痴是迷邪啊，贪嗔痴对都会来呢。对梦想来，啊，梦是希望，假啊，不是真的，拢都当真咯。虽说调伏众生之处，恶不能念，啊，就是讲。绝对未受外面环境的影响，特别的是不善的啊，这个恶就是支持恶、杀生、偷盗、淫欲、妄语、两舌、讥诮、恶口、贪嗔痴，这些是恶。啊，咱的心远离是恶咯，啊，外面呢，就算讲是七情五欲的诱惑，来对心不动，都未接受诱惑啊。那丛林自在。没有雷伯啊，你的生活的当中啊，在人接物高化众生龙马地的主宰，无烦恼，雷个伯拢是烦恼的代名词。这叫做断定，下面咱过来看，头前是合赞来对讲的，这是日本人的注解，郭台德的呀。会说我三界希望，皆不相诸，终明世间。啊，世间是佛经的俗语，做番有名俗。啊，伊的意思是为千流之意。中国人常咧讲的，三十年为一世，所以啊，这个世字是三个字。三十下面有一位，那就是一世。三十年就是一世啊，是讲这时间。嘛，一旦讲这三十代表过去啊、现在啊、未来，这嘛是意思。所以啊，以千流。就最同款，伊流动呢，伊毋是停止啊，伊是流动呢，有破坏之意。伊未停呀，伊总是伫遐流动，就河水、溪水。啊，这种破坏艺术，
也有福晶之意。水，水是不动的，现在流动，流动伊是无相相，不动是伊的相相。河水不动，无污染，风平浪静，像一面镜同款。你会照见一切法，然后教导咱用心爱亲像镜，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啊，礼拜不的贡品的内面，最重要是贡水。那贡水什么意思？我能看到这个水。我的心爱像水同款，所以啊，水爱清气，爱净水，唔通强茶，茶有颜色，啊有染污，强茶就错咯。用清水，水啊是变的，什么爱变，什么爱清。爱清洁啦，啊，嘛是表咱经地顶面的一句话啊，清净明定觉，觉是甚物？觉照见，照见就是觉的意思。所以这杯水是表清净明定觉，甚物贡品都拢无。这个用一杯水就会用的，因为这杯水是圆满具足。啊，供丁丁的意思是表燃烧家己，照耀别人，出这个意思啊。啊，这个意思是大乘菩萨，就是发菩提心，普度众生。不惜劳苦，家己更加努力，更加辛苦，就像灯的燃烧同款，光照别人啊！只要会当利益一切众生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安怎辛苦嘛，应该就去做。丁是出这个意思，那香嘛是出这个意思，燃烧家己，以清香供养别人，香表信，所以叫信香，代表。相信真诚，真信表这个意思啊，所以用品拢含义，唔通唔知，唔知就白讲咯。哎，知影我菩萨，什么都无需要。啊！这功夫是什么？功夫是表咱家己的心，咱的行为，提起难是这意思，啊，不是耶稣要，而是咱需要。你的高地上一切拢圆满，咱的因地上一切也无固着。啊，佛门内面供养古锥，拢是标范。三下标范看到这物件，就丢上去就同款了。拢在提醒咱，咱来存什么心，啊用什么心，
要讲什么话，要做什么代志，拢提醒起来啊。甘为中之义，对有世中之事物，为之世间。甘是讲空间，世也是讲时间，就是讲今仔咱讲的时空，时空当中一切万物，当然也拢是含了在其中。这叫做世间，又有间隔之意。世间事物，各个间隔，以为边界、界限。比如一个人，人身体头甲身有一个界限，头部身体啊。四肢，个人有个人的界限。你对一个心来讲，个扩大，所有一切法，拢有伊的主体，主体甲别个体拢有界限。这嘛叫做间界的意思。内面讲大有两种，一种叫有情世间，一种叫气世间。啊，以这地呢，这个所在，这落个真简单。在新教内嘛，有讲三种世间，三种世间就加一个地正觉世间，是什么呢？圣灵和菩萨啦，啊，这个凡夫嘛是有一个界限啦。其世间呢，是讲这个物质的世界，国土；无情世间是讲这个。那现在讲动物，人是属动物，动物伊嘛有感情，就是讲有真正明显的受伤形象，这情啊，有情的世间，就是讲有情的众生，去世间国土，那生活的物质环境。分做这两种，有一挂大乘教讲三种，也是真有道理。这两种世间拢在未，有这种觉悟，感觉未也阁是有界限的，所以叫做啊地正觉世间。这是指声闻菩萨佛陀。那因是圣灵，而不是凡灵。楞严经第四卷嘛有讲啊，是为千流，为色说机第一，来对讲言世间者，佮毁坏过啊，有对敌过。对敌呢，就是对应。这个世间话来对，温经历过啊。啊，实际上，伊不是温，啊，是众生看到世间的现象，未在世间上的顶面。看不到真理，
那明白的人，伊就这思想就看到性，咱伫这思想看袂到性，啊，所以就要用这个性教来对敌啊，然后咱个性灵啊，同款伫想象看到性，伫思想看到理，伫音像看到果。在歌上看到音，那这个人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也不会迷啦。他的生活一定是非常自在，非常幸福。为什么他没烦恼啊？伊无忧虑，无牵挂，未做罪业啊！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伊逐项拢清楚，逐项拢未迷。真像头前段节来对所讲的，将念自在，啥人有这个境界呢？阿罗汉以上都有啊。这是人应该爱学习的。啊，为魔经，主为魔经不离品，鸠摩罗什大师讲的啊。世间就是三界，三界啊，啊，就是啊，六道。三界是讲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三界，三界就是六道。啊，是同一个意思啊，所以讲世间、讲三界、讲六道，拢是咧讲一项代志啊。咱过来看下面呢，会说话。三界以梦，该不相诸，总名世间。啊，世间无常啊，刹那生灭，一定都要了解伊的真相。啊，咱人生伫这世间。无论时间的长短，确实就亲像啊旅行同款的。伫这所在，旅馆内底暂住几天，就要走了。啊，你今仔日伫旅馆内底订这房间，暗时伫遮住。这个房间就是你的，明仔离开咯，就是别人的咯。一定要了解啊！啊，你今仔住这间房间，你怎么活在这住还是你的？你是靠开了未来别人的啊！你所有一切财物嘛，不是你家己的。我听你讲。你身躯赚的钱是你家己的，无赚的身躯都唔是你家己的。你住伫这间房间，这房间就是你家己的；离开这房间，这房间唔是你家己的。这事实真相啊！啊，真正把这个真相看破了，
啊，你对这个一点啊牵挂都拢无咯。你会放在心内未？放在心内，来把什么放在心内？如果是把我放在心内的，一切拢为着我，你袂当出六道轮回。六道是安怎来？就是这念头造成的。啊，有我就有六道啊，就爱去轮回啊，无完无了，何不堪言呢？啊，所以要知影六道是假啊，一场梦啊。老苏青的表法啊，表个真好，容易真深嘛。你看伊一生受苦受气，互人欺负，你看着那就好人无好报啊。这个实现这个表法，都是要甲人讲。这个人叫做好人，这个人一生平安无代志，这个人是世间平安就是福报啊，啊，不是有地位是福报，嘛不是讲有金钱是福报，不是平安就是福报。啊，好人欺负。中国啊，古人咧讲，吃亏是福报啊。那真正你看到最后，到的时阵佛来接引啊，哈侪菩萨的佛来接引，那上用心的人，唔知对对来，来遐侪人，尤其是造起遐尼自在，遮尼潇洒，清清楚楚，非常快乐。等去处理咯，处理都会叫落世界是引导啊。啊，来这个世界是来旅行的，住七十多年。拢是表法啦，那为什么表现受苦呢？现在受苦人太多，人拢是一百多万气不服，万天有灵啦、啊！你看伊一点么怨气都无，遐尼啊自在，遐尼啊快乐。啊，处乱世都是爱有一款人，啊，什么亏拢会当吃，什么款的苦拢会当吃，什么款的冤枉拢会当接受，这是端将，刹那都过去咯，后来顾不好啊，都是讲无恶福。唔知道念佛求生净土，来生是天灵啦、啊。为什么一切苦难，把你的业障拢消去了？累积落来是真正的功德，真正福报。这是对的，这是非常正确的。那哪讲是万天幽灵，福报就完了？哪有这么大的福报，哪有这么殊胜成就，家己一定是每天忧头苦面，痛苦不堪，哪有这么自在，哪有这么潇洒。这都也是做榜样，让我们这世人来看的，我们会看伊表法无必要呀。
那业障是安那消，就是安尼消去啊。唔肯吃亏，唔肯上当，斤斤计较，迄叫做做罪业。那业障消未去，业障大家咧加重，大家加重到你命中的时阵，伊就会去三途去咯。人心都得不到，这是咱家己一定都爱知影呀。啊，佛法里面讲呢，一切众生，根之根，本之本。都是一个好理，一个经理。啊，这两理那是讲无咯，你无根啊，无根，伊是漂浮的。就算我做好事，都是缘，什么缘？故名。合理，有几个人会动摇呢？都下回又失去咯，是未调啦，什么原因？无根啦，咱看得真清楚，伊迄种的做法是必然的啊。啊，那是讲为何这个财色名利的诱惑呢？这人不是凡人，这人肯定是再来人。啊，修行的真正是有一点仔功夫，为何有些？啊，这原因是什么呢？伊把事实看清楚、看明白了，拢是假啊，拢是空的。啊，这个物件有黑你的。在些名利嘛是假，嘛不是真呢？啊，有迄个啊，你对动心咯，家己就错咯。啊，将来对了受苦。来家己负责任啦，唔通怪诱惑你的人啦、啊。诱惑你的人伊诱惑，你若无接受，伊一点办法都无。而且你家己甘心情愿去接受，所以你来负百分之百责任。责任唔是伫外面啊，啊，未受诱惑。我对诱惑这人个事，也是生感恩的心。为什么我境界提升了一层咯？就通过一摆考试啊！啊，对考试我的人，我感谢伊。伊出的题我通过咯，无障碍啊！啊，安尼咧？啊，有些人的人，伊是无义的，伊就无罪；伊是有义的，伊就有罪。但是轻，为什么轻？因为伊帮助咱提升啊，我这提升是伊的助缘呐。啊，所以啊，当罪轻薄啊，这拢是佛法来在讲的呀、啊。
你看提摩达多还是看摩尼佛，想要创回事，佛的福报太大了，有好心不好啊！提摩达多怎样讲释迦牟尼佛每天出去徒步，路有一段都要经过悬崖啊！啊，伊伫石头山顶放一粒大石头，佛对下面行过，甲送落去，要想要甲弄死啊！那维多菩萨不好佛。用金刚杵在空中给冻掉的，这只冻掉的石头就吹去了，吹片啊，给弄到佛的脚，出点嘛灰，叫出佛心血，故事对这来。提婆达多对无间地狱啊，的。地狱里面的生活，释迦牟尼佛讲，甲道理天啊，拢差不多。为什么恶念嘛？其他恶念，害佛，害父母，害老爸，害老母，害佛，破和合经。这个五种要害阿罗汉，修行正果的人，这拢算是无间地狱。你看，伊对于无间地狱，但是啊，伊帮助佛提升，那、啊、这个功德，伊在无间地狱内底，无受迄种的苦，享受比人间更加好。都离天享受啊！我家个因果讲透了啊，方方面面拢跟你讲清楚了，所以呢，决定唔通起心动念去害人，迄、那个苦不真苦啊！害人如果是精灵，精灵你不能害伊啊！你有一些福报，那故事要看受害，那个福害死了，真多众生未当搁听到佛法咯，佛会责怪你未？未啊！佛对你是。了无技术啊！你结罪，不是跟佛结罪，是跟所谓文化啦、啊，这个机缘登起的遐个众生，跟伊结罪。你等于呢发心回命啊！如果佛在世，影响啊愈多，用的时间愈长，你的罪就愈重。是这款代志啊！咱来明白这道理，咱学佛者学什么呢？都是学这物件。别人对咱唔知影，三生之罪五悔，咱忍受。到底这个所在修炼了波罗蜜啊？好事不是坏事，没个辨别，没讲什么话，了无技术啊！阿弥陀佛啊！
那有人在讲啊，我甲李博元技师有意见，这是啊，别人伫咧摇的啊，有无？无啊！我对李博元技师就感恩。也伫我迄个时阵有困难的时阵，得到伊的照顾，得到伊的加持。啊，伫新加坡三年，伊做真大好事。那都是团结新加坡教的宗教。好，我有缘去参加，好，我亲目去看到，世界上宗教是一旦团结的。啊，我离开新加坡是有别项原因，那唔免甲大家讲啊，大家都唔免去甲猜，猜永远都是错误嘅。佛法啦，教人随缘，都是说缘生色，都去迄地去。啊，澳洲的盐清晰咯。当时澳洲的移民部长希望我去澳洲，啊，帮助澳洲团结宗教、团结族群，这是因为我在新加坡做出成绩。伊才会来找我，啊，所以去澳洲，申请永久居留，伊给我特别的签证。我的签证是香港领事馆办的，啊，部长甲领事拍电话，啊，我这个案件两礼拜一定要给我。所以真无欢喜啊！伊讲恁甲部长什么关系？替部长来压我，那到以后伊了解，啊就欢喜咯。我甲部长无关系啊，那是部长伊家己的意思啊，我嘛唔知呀。但为什么去澳洲呢？新加坡的土地啊，提无啊。我在新加坡无办法建道场啊！新加坡土地必须爱新加坡的国籍啊，新加坡人公民。我迄个永久居留，即人买厝啊，买在买土地的这个厝，配上二十外人，我没安怎？那都会有这个机会啊，都有这个土地真俗啊！啊，阮拢会当去摕到永久居留、永久定居，心就定咯。摕到永久居留啊，伫新加坡非常不容易啊。啊，阮即阵人只有我一个人摕到。啊，所以恁得了解这事实真相，无其他原因。啊，我对有技术恁啊，永远是感激的。对呀、啊，你无管技术，永远爱好啊，受人之恩，永远唔通忘记哩。别人安怎批评我，甚至讲诽谤啊，
那嘛是记啊，未放在心内。我从来无咧想这问题，嘛未去讲这问题。佛法的修持，大家嘛唔免去四界去参学。现在是无真正佛法咯，要去都去参学啊。等去处理，老老实实念无量寿经，念阿弥陀佛，你就会往生成佛。唔免去外面走啊，去外面走，你看时间拢走了了去。心嘛走乱去咯，财物嘛损失咯，这条拢啥是一寡是是非非，这何必呢？为什么唔伫厝内老实念佛啊？老少分年姊妹啊，两个人都嘛是好朋友。啊，老师很客气，我无熟悉呀。啊，以下五年之间，提到这个无量寿经啊，啊，这个无量寿经的功德，怎尼讲的啊？应该是一百外小时，无长。提到这功德，一天听一篇，一篇一小时，但是这一小时伊听十遍，伊讲我知影一句话，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，伊都会拢无去，就待伫厝内来听经，每天听十小时。出来时间念阿弥陀佛，专专一，而且做到。所以有人问伊讲，你是安怎修行功呢？伊讲我真简单，我得六字，老实听话，认真去做。伊讲我听到一句话，一门心力，等是分修，我得听有咯，我得认真去做啊。啊，这部经啊，一小时一天听十遍，十小时听一小时的物件十遍，等于是分修。这部听完对头过来，听十年啊，会产生就的啊。你讲十年又开悟不？大彻大悟是无啊，大彻大悟像慧能大师迄款的啊，迄无。大悟啊，肯定是有，伊毋是小悟。你看，无学过经典，恁叫伊讲《地藏经》，伊讲啊真好，无讲错啊。这就是啊，深入经中啊，啊一部经深入，毋是叫《大藏经》，毋是遐多啊，啊一部经深入，深入到一定的程度，你得了三昧。咱们都是我用经对的这个话来讲呢，你的清净心，第三昧都是的清净心，清净心生智慧，还在开悟。那所以什么拢会讲，所以出世间话拢总拢会讲，这真难得啦。啊！因大姊听经比较少，最近三四年，因大姊家务代志太多，伊是伫省政府上班，啊，所以要有时间，家务代志真琐碎啊，做袂完，啊，所以最近这三四年，伊才听经。经听无多，时间无长，拢嘛是合会的好朋友，都伊拢未去，啊，心是定的啊，
无论是学世间圣贤，或者是学佛菩萨，最重要心爱定，妄念太多，就念太多，欲望太多，绝对是未成功的。这三项一定爱放下。啊，我家己修了无好，原因是啥物？无一个固定环境，一生拢是四季的奔走，过去我伫一个所在，待上久的时间未超过三个月，都还是伫一个所在，大概未超过一个月，两礼拜到一个月，全世界四季伫咧走。啊，真辛苦啊！有当时嘛真歹受啊，但是想到释迦牟尼佛，佛故无定所，嘛是啊一心流浪。但阮这个时阵在树那里对，不是房间来对，还是什么？还是表演给人看的啊？啊，佛都无化艰苦，咱哪会当化艰苦呢？啊，这几年来，对我迄个时阵出国，最初出国去旅行，是美国国力上界盛的时代。1980年代，我1980年去美国，去个多位去旅游，大个所在拢未歹。啊，同学引导这个厝啊，拢嘛真大间，拢会有一两间的房间做做客房啊。我伫洛杉矶。有一摆住伫个夏金山老技术因家，伊啊好客啊，厝内客房有六间，宾至如归啊！啊，时阵当你流浪啊，是真辛苦，爱行路啊，我拢坐飞机啊，出门拢有车。大的环境拢非常的好，但现在老了，无想要去走咯。啊，未少的所在，动手拢冇甲留一个疗房，我真感恩啊。我会去大卖，不可能啊！万年的时间非常宝贵，每天啊四小时讲无量寿经，我嘛是咧表法啦，嘛是做一副模样给大家看，坚定大家啊对无量寿经的信心。无论你安怎批评，你安怎攻击，我未受到影响。为什么？这个根本啊，是老师给我。我那是听恁的话，把这个放下，改用把本的啊，你马上罪名会给我加落去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呢？背书办道，这个罪名就应该落去地狱了。你不是安怎诽谤？我也是去极乐世界。
哇，未对三恶多，我讲已经清楚、真明了。但过我嘛是非常爱护大家，你无愿意我回国，国家来请我，我都未转去。为什么？唔是恁的意思啊！我尊重恁的意思。啊，我定居在香港。啊，灾难唔是我讲的，这要弄清楚。什么灾难来，我嘛唔惊。我甲香港同尊盟。在那来，我未离开啊！你讲这地好，那地好，我嘛知影，我未离开。为什么这么做戏应该走咯？哪讲对我命中来讲，我四十五岁都应该走咯。你看寿命延长这多，我敢无应该走呢？随时拢应该走咯。啊，所以我绝对袂讲去违背恁的这个心愿。恁唔花回国，我袂转去。啊，唔是讲真重要代志，这重要代志是关系到整个啊人类的大代志。我会讲，有当时去参加一个，唔是这款大代志，我倒位拢嘛未去呀。啊，咱拢会记哩啊！1970年代，英国藤原弼博士讲的话。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需要中国孔明学说和大乘佛法。啊，这件代志，我参加联合国的活动，做去真侪摆报告。啊！现在国际上讨论这个议题的人也真多，这是大事。如何把孔明学说、大乘佛法推向全世界？这是大代志啊！有这缘分，我来参加；无这缘分，我未去这一座机会。虽然也未去攀岩，有缘分啊，真容易去做到；无缘分，家己去攀岩，太辛苦、太忝，也无一定会成功。不如在厝里老实念佛。老实讲经，我伫这个世间啊，要着讲这部经，一遍讲完了，讲两遍，现在是第三遍，一年讲一遍，一天4点钟，讲完300天啊，就是1200小时，其他全部拢放下了。啊，什么代志拢无咧做，所以大家一定爱记哩。有人用我的名义，讲我要办这个办迄个来捐款，拢是假，无这款代志啊。甚至有讲我要印资，要印这个、印迄个捐款，还是假，我什么拢无做，我只是念佛恭敬。啊，来这边来看我的人。有当时啊，提一块钱来，
我都帮叫因关乎香港的佛陀教育协会，那嘛有人送来我家来，我绝对袂甲人讨钱，千万唔通上当，那受骗，啊受骗是恁的代志啊，恁唔通怪我，我这个话讲真侪摆咯。我什么大事都没在做了，我跟大家都是蔓延啦、放下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。在世间做人爱学老少恨，学老少亲啊，因两个姊妹啊，啊，老老实实做人，规规矩矩做人。老老实实念佛，绝对袂去惹事，绝对袂惹是非，平平安安度过这一生，这就是大福报的人，真正幸福美满的一生。啊，咱过来看下面看，回溯这几句话。三界希望皆不相助，无达的游乱呢？宗名世间，众生国土，这里面非常的复杂，众生品类啊太多了。这个环境，山河大地，树木花草，千差万别，无量无边的。品类啊，是仙也是不仙，那仙恶无定数，完全是看缘分，这是叫做啊，诸数有法嘛，叫做万法。慧能大师开我时阵讲，何其诸生令生万法，菩萨。亲密大智慧，大性空无相，古文超过啊！忽然有智慧，看透了。那今仔日两组联合家的布局，会帮助咱看破。伊甲佛经上讲的完全拢共款，确确实实性空无相。性空是讲体，无相啊是讲现象，现象拢嘛是刹那生灭，刹那不住啊。啊，科学家改称作是普通的现象，这个普通，前一波灭了，后一波就起来。一个刷一个，但不是相续相，相续相头前一个跟后面一个相款，这叫做相续无同款，所以叫做相续相续相。就跟咱咧看电影银幕顶面的相啊，是同款的。啊，银幕顶面的相。普通的频率慢啊，但一秒钟24个生灭啊，实际上这个相，弥勒菩萨跟咱讲，咱换算过一秒有1600条的生灭啦，所以啊，伊在咱眼前。咱目睭看无，耳根嘛听无，六根对伊是未起作用。这什么叫迷啊？六根麻木不灵咯。大乘教内面甲咱讲，八地菩萨，伊六根敏锐，
无障碍，伊会看到，伊会听到，伊会闻到，伊拢知影。八地以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顶角、庙角，即个位处，也毋知有偌济人呢？因拢总看到，这叫做诸法实相。相啊，即无相，无相即相。无相两个对相相讲的，性空对体相讲的。啊，即个现象拢嘛是对自性来对流出来的啊。你可以自性无即法可得。所以啊，体个现象拢不可得。啊，体是无相，相嘛是唔是真有相？啊，你家己创个清楚，创明白。这才当超过啊！由真界之说。小有钱必有恶，世间诸所有法界，有为可破坏名世间。有为法就是生灭法，必法明文的来对头前呢？九十四法拢叫有为法。有为法分作心法、心所法、色法、不相应行法，分作这四大类。最后实在是无为法，所以总共叫五法。五法三自性，不色离无我啊。说明什么？说明整个宇宙，我跟法。拢不可得的，你不我，人不我，法不我。啊，相中啊所讲的，达到真正确立无我咯，那就是不自地回现前咯。啊，这就是这经界里面啊，所讲的。啊，咱嘛有参考资料，有为无为，有为为者自作之意，凡是有自作的，都叫做有为。你看，有为法罪，心法是有为法，心所法是有为法，心法是不为心法了。阿赖耶门啊，意识，各阿净我色，那你必须心，不色，噶不色啊起作用。嘛是归纳，拢总用归纳，我拿不来讲太多太复杂。弥勒菩萨做儒家书第一论，跟宇宙之间一切法归纳为660法。天心菩萨看来这660法教错还是困难。660法搁在归纳，归纳为百法，作为相中入门的课本，就是别法明文论。别法啊，展开660法，660法展开就是万法啦。啊，咱看别法来对一个归纳，该归纳做五法，心法。心所法、色法、心不相应行法、无为法，头前四个是有为、有生、有灭。
咱来甲即个文啊，甲念落去，为啥做作之意？有做作为之有为啊！这一面所生之事物，有因有缘，只有为呀、啊，人生之啊一面是做作啊所生之事物者，所生之事物的必有出一面之做作啊，故闻有为法。本来自逆离非因缘所生者，那都叫无为法。故知有为者如缘有因缘。中观论上讲咯，因缘所生法，无说即是空。但真正都是看破咯，真正是大彻大悟，明白咯。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，我拢是讲有为法。经常这些句啊，太多咯，时时刻刻的提醒咱。那什么是无为呢？这嘛是俗语，为是自作啊之意，无啊因缘自作，就叫做无为呀、啊。又无心诸意灭，自相之自作，这个无为。一切法有生的这个现象，有诸有三性变化，有灭去，这叫做有为。无这四种现象叫做无为。那阿赖耶有这种现象，万那有这种现象。啊，本来就是四大烦恼常常随呀。啊，有我见、我爱、我慢、我痴，这四个烦恼呢，啊，构成了啊，本来是，你把那个看作是我。执着是我，啊，曼那对对来，曼那对阿赖耶，见分相分内面的一分，阿赖耶相分太大，变化界、虚空界是阿赖耶相分，变化界、虚空界见闻各地是阿赖耶见分。完啦，执着见分的一分，就像形色；相分的一分，一个色心，一切的动作是我，这是错了。啊，真正的我是什么呢？真正的我，我的身体是整个宇宙的物质现象，是我的身体，整个宇宙的受想形式，见闻各地是我的心。这就对了。大我呢，包括我这个在内，我不离开这个我。不过把这个我，我认为是我，外面没记得了，错了。就那是大海，整个大海的这个海水是自己的。现在认识什么？大海水里面起一个泡，认识水泡是我，大海不是我。没都没在这地啊，错的就错在这地啊。那所以呢，华严经上佛讲咯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心，这什么意思？十方是讲空间，
三世是讲时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切佛共同一发心。啊，现在这个一切人是未来佛啦、啊，包括你这句来对，你话伊拢是啊，无一个众生会当超越你啊。十方三世佛啊，地物、空物，会当成佛袂会啊？那会知影？华严经上讲，净无不净啊，动缘种地啊，这个话啊，三十年前。啊！我这一生所遇到的这些高人，无一个把这句话讲清楚。有情会当生活，无情就把灰草散落大地，伊哪会当生活？讲未清楚啊！到今仔日。两组理学家研究的报告，咱一个看，佛这句话啊，真正了不起啊！咱听无啊，你甲看卖，实际上经常讲啊真清楚，咱家己未当体会。科学家甲咱讲，极小的物质，微中子，一个微中子。只有一个电子的一百亿分之一，遐尼大。伊是个物质现象，物质上细，袂通阁分咯，分就无咯。这细一个物质现象内底有受想啊形式，拢嘛是有为法啦，哪会讲无为呢？那三河地地，伊拢咪看，伊会看啊，伊会听，伊咪闻啊，伊咪偏着，伊拢咪会啊，伊了解人的意思啊。说明咯，科学甲咱今仔做证明，整个宇宙，用现在话来讲是一个有机体，我还也又唔是死的。啊！美国小兰博士来遮来参观咱这领名片，第四个甲我讲，伊讲咱这个岛啊，会响听，会看，会听，了解咱意思。咱啊，地板会响听，墙壁会响听，天花板会看，会听。你会当满乡人。全拢是啊，有机体，伊是物质现象，伊都有结门各地，都受相形式啊，所以无为只有一个，真如无为，还是真的啦。都、就是讲自性的本体是无为啊，不生不灭。慧能大师看到。伊个五句的这个报告，都是以这个论文的考试统计了。你看，我做一百多可以，伊都是真正见性了。性是甚么款？第一个，本自清净，无污染，所以清净心是家己的真心。还是智慧。第二个呢，好奇诸生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是平等的，但是这平等心是不生不灭啊，平等心嘛是生智慧，清净心生智慧。真心，但是家己不灭，
真正隔离不灭，一切万物拢嘛是隔离不灭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自性的本能啊，无性别，无染污。那第三句讲，本自具足，而无将欠款。伊显现的是山河大地，佛法里面讲的无量无边，如何察透？以空法界，还是变现出来，家己自性，心法无法，法外无心，只有心性是无为，无为而现有为。但是所现的有为，拢总是生灭法啦，不是不生不灭，拢是生灭。所以生灭是虚妄的，不是真的；不生不灭是真的，不是啊，虚假。啊，所以呢，无一定要有真正清楚的概念，咱今仔所有的麻烦呢，念佛为什袂当入心？为什么啊？妄念学袂调，拢嘛是对有无为法袂了解，就是有为无为袂了解，真正甲无为有为创清楚，心就定咯，心就是不动咯。你有为得到大自在啊，无了解这个啊无为法，你有为法来对袂自在，处处受有为法的苦束。就是工业啊，受业束缚啊，就是受业干扰、受业影响，特别的主宰。好、哦，今天时间到了，那就在这段还没学完，下一段刷了就学。